转到新闻，中华南亚宫配合着本港进行的活动，今年是特别举办着这摄影比赛。即马这个比赛已经有出现得奖人咯，由着市长邱建虎主持颁奖的仪式，而且这所有的作品嘛拢变作中华马重要的历史见证。一笔一笔的摄影作品，真是记录今年中华南苗疆妈祖本港进香过程当中的感人画面。南苗疆了敬祈福，信众虔诚焚香，每到一个角落，更加引起广大回响。市长强调，今年进香了去过程创下一项记录，让人非常感动。这记录是参会人数四年以来上届最高，高达40,000人。今年呢，咱海外团体参与上多吼，超过10个团体。那么第三点，咱过去这50年来，拢是干呐，这个县三妈、新三妈，还有这个乱叫啊，聊天。今年咱老人嘛，第一次参与聊天。那么第四项记录呢，咱第一次这个老人嘛，在咱国境河川内底咧聊天，去红嫩桥卡吼。第五记录是咱国台一百抗议会。咱王将梁和尚会当呢，回头行到尾，总共7公里，嘛是写下吼，咱个讲金氏世界纪录吼。我看到讲，咱即本为中华妈留下历史文化见证的这个纪实的这个摄影展吼，员工内面啊非常的丰富，咱伊个呢比较做登记的这个展览。南苗疆特别举办摄影比赛，选出金牌等优秀作品，公开展览在南苗疆的观音殿前。民众会使利用机会到南苗疆参香，而且欣赏创作者独特的观察，重温妈祖信仰真多感动的时刻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，中华采访报道。